正值暑假期间，孩童使用网络还有手机也达到了高峰期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守护儿少上网安全，举办了守护儿少特工队活动，集合了五十名小小警察，现场是相当的热闹。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书林武红亲自到场揭幕。活动设计思想关卡，不仅让小朋友。 从中体验警察职能，也借由轻松的闯关游戏，了解身体界限，学习宝贵的人生跟网络安全观念，以及防治犯罪的概念。